同学请坐，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首偈。十方无比善名称，永离诸难常欢喜，普以一切国土中广为宣扬如是法。这是很不容易，很难得了。我们把这个万德洪名啊搞清楚了啊，真正的认识了这个因缘，你要细心去观察，确实是无比的稀有啊，无比的殊胜啊。宇宙之中啊，在佛法里面讲，无量无边无尽的法界之中，你怎么能把这个第一的珍宝找到了啊？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这一句名号就能够永脱苦海，永离诸难啊。这个难是三途八难，六道十法界从此之后永远脱离了。你说这多么不容易啊！你细心想，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只要把这个六字洪名抓住了，印祖常讲啊，我们要全身投靠啊，全心全心投靠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不立名号，那你就是永明禅师所说的你真的有净土了啊！这个有净土是你决定得生。所以许许多多的同学啊，在现前或者在远方，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要依靠佛啊，不能依靠我，依靠我没用处啊，依靠我你这一生不能成就，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六道里面所有一切众生呢、真正觉悟，你晓得这个里头没有依靠啊。现前在一起相聚，缘缘不长，缘聚缘散了，缘散之后啊，故故不相知啊！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所造的业不一样，你来生受报怎么会报在一起呢？没这个道理啊！啊，真正说来生我们还能在一起，只有啊
你们两个都念阿弥陀佛，啊，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行，那你们真的是永远在一起了。啊，如果不是念佛生净土，六道轮回过人搞过人的去了，再也遇不到了。啊，这个再也遇不到不是夸张的事情。啊，但是这也不能算是定论。啊，为什么呢？太难了。啊，说不定多生多劫之后啊，你们又会碰到一次。啊，很难遇到啊。啊，佛法里面讲果报啊。这个有三种啊，现报、生报，生报是来生，啊，后报，后报是第三世以后，一直到无量劫，啊，什么时候遇到缘，果报现前很难讲啊，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学佛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显示出来啊，仁慈极尽。那极尽不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吗？离一心，你所感应的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啊，四一心不乱，你所感得的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啊，到功夫成片，像智者大师那样的无品位，你所感得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为什么不干？这是真的啊，同修们，我们有缘遇到了啊，不一定见面呐啊，我们在网络上遇到了，在电视上遇到了啊，我们的电视今年下半年我们再租一颗卫星，全世界都收到了啊，现在我们有四颗卫星，只有欧洲收不到啊，这个世界上其他地区都能收到，我们再增加一颗呢，全世界收到啊，你打开电视机，我们就是有缘人呐，我们就是同学啊，这从前没有这个高科技的设备，非常困难，所以印光老法师当年在世唯一的方法就是通信了啊，这个通信呢就是现在所讲的函授啊，老师不在那些函授啊，很困难 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太方便了啊，我有一个老朋友在台湾啊，这个很多年以前呢他移民到巴西去了，现在年岁大了，落叶归根呢又回来了啊，他年岁比我大，应该有80多岁了，50年没见面了啊，我打听把他电话打听到了，哎呀好开心，打电话了啊，他一接到电话，哎，他说：“净空法师，我天天跟你见面呢。”
这是得自于科学技术的恩惠。如果没有这个工具，我们怎么能常常见面？所以有这个工具，天天见面。天天见面这里头最重要的，我们讲实质啊，不重形式。实质是实质啊，你要从我这个地方得到讯息。十方三世佛了，阿弥陀第一了，这不是分别，这不是执着啊，这是称性而谈，千真万确的事实啊。那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认真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到了极乐世界了，我们才真的天天见面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啊，可以邀约着一起去 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作佛啊，你看一起来的菩萨声闻啊，长者居士啊，这国王大臣护法，嘿，通通都是来示现的呀。所谓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像唱一台戏啊，这一尊佛来唱主角，其他的人唱配角，配角也都是诸佛如来啊。这场戏演得精彩呀！啊，演给谁看呢？演给九法界众生看。就是幕后说光为宣扬如是法嘛，啊，这我们大家一起在因地里面就结了这样的殊胜的法缘，古地上我们一起来表演嘛，所以勇离诸难呢，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啊，不要常常想到啊，要来跟我，啊，要来看我，啊，现在交通所设是非常方便，啊，有没有必要到这看我了？没有必要啊，啊，就是，哎呀，常常想念法师，你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了？啊，你想我错了，你天天想阿弥陀佛就对了。啊，我们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思想这个观念就正确了啊，完全正确了啊，一点差错都没有啊。你想我，天天想我，不想阿弥陀佛，最后怎么样呢？还要搞六道轮回，你不叫冤枉啊？大错特错了啊！所以同学们，这个一定要去啊！我天天念佛，你们也要天天念佛啊！我天天读经，一门深入啊！真正想到极乐世界，甚至于你发心讲经弘法利生的，我也老老实实劝你，诚心诚意劝你，你这一生呢就讲一部经，一门深入。你要讲弥陀经，一生讲弥陀经，讲几百遍，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了
啊，我们肯定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你一生专讲无量寿经，你就是无量寿佛。你一生专讲普门品，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啊，你一生专讲大势至菩萨，这个圆通章，你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清朝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做的有素抄，很详细。我过去讲这个圆通章，就采取他的素抄。啊，他这个素抄我在台湾印过。啊，所以些很多地方都有，都可以看到啊。啊，专门讲一样。啊，你会变成专家了。不要搞太多，搞得太多了，我们中国谚语所谓呀，行行通啊，行行松啊，到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一样都不能成功，这就可惜了。古无大德确实有通家，所谓通家的时候，他一生的时候什么经论都讲。你要晓得，人家能了生死，能出三界，他成功了。我们今天的了生死、出三界，就连往生都没有把握，这个不行啊！啊，我一门深入啊，我往生有把握。啊，你要搞好多门的话，你往生没有把握。为什么你的心乱的？啊，你看看，净宗的功夫一心不乱，你做不到啊！不能搞太杂啊！到你真的有净土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把握了，行啊，你可以恒生众生。啊，随喜功德，众生要求你讲什么，你都可以答应。啊，那个时候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那叫尘缘再来。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尘缘再来，不是凡夫。啊，我们可以从凡夫身啊，不必到死了之后到极乐世界再回来啊，在这一生当中，这个我讲过很多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业力一点不自在啊，什么时候啊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不就尘缘再来了吗？啊，业力转变成愿力，不是你打妄想能打得来的，你要有功夫啊！啊，什么功夫呢？一心不乱。最低限度，你已经达到功夫成片，就是智者大师的无品位。你到这个境界，行。啊，这是什么境界呢？我常常勉励同学，自私自利没有了，名闻利养没有了，五欲六尘享受没有了，贪嗔痴慢没有了，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执着，决定
没分别。二六十中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是不是道一心呢？如果烦恼真断了，得一心；烦恼没有断，是功夫成片，就是无品位啊！决定生凡圣同居土，那你就是尘缘再来了。在这个境界里面，你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寿命啊。不是说你寿命到了才往生啊，随时可以去。喜欢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你已经得大自在了。到这种功夫还不走，只有一桩事情，这个世间呢还有法缘，虽然以功夫已经到这个程度了，甚至已经到事业心离业心了，都不能走那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多带一些人去嘛，尽量多带嘛，带的越多越好嘛，就这么回事情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众生呢，能够相信你相信你所讲的能够理解你所讲的，你确确实实能帮助他修行，帮助他往生，这个那还有这么多有缘的人，你还没有能去度他，你可不能走自己成就了之后事情是帮助别人别人有缘没有缘呢，那就是人家相不相信，相信有缘，理解有缘。什么叫没有缘呢？再没人听你的你讲经说法人家不相信，没人听的，这个时候赶快走没事了。有缘没有缘标准在此地。这个里头微细去关照真正有缘人不一定天天见面什么叫真正有缘？依教奉行天天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阳奉阴违，没有缘，这个你要晓得。那不是天天在一起就有缘呢，不是的，天天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缘他也皈依了，他也受戒了，甚至也出家了我讲的他相不相信？不相信。怎么知道他不相信呢？完全没做到起心动念，日常生活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搞名闻利养，还是贪嗔痴慢，一点都没有改，这没有缘不是说有这么多人尊重你，说不是的没有一个真学就没有缘，有一个真学这就有缘那没有缘的呢？没有缘已经给他做种子了他也听了佛号，也听了经文这个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他不能成就多生多劫的讯息所以这一生能成就的都是过去生中多生多劫的讯息这一生中一接触恍然大悟
所以佛教我们呢，以苦为师，这句话很重要。现在人为什么很多接触佛法，他不开悟，不认真修行，没吃过苦头啊，福报大了啊，生下来一生享福啊，出了家之后还享福啊。于是把生死这桩事情忽略了，到临命终时手忙脚乱，那个时候来不及了啊！了生死这桩事情，求往生要在平时用功啊！啊，你的功夫真正成就了。成就之后你知道你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发愿啊，就是说有没有可度的众生啊，有可度的你自自然然会留下来啊，不会赶快去往生。如果没有呢，没有你很快走了啊，一成就就走了。就像从前谭旭老法师给我们讲的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匠，他一成就就走了，年岁也不算大了，才四十多岁啊，就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他不认识字，那个人叫奇笨无比，什么都不会前生的缘分好啊，认识了地贤法师啊，跟地贤法师从小一起在农村里面长大的，小时候的玩伴呢，长大之后生活困苦，没有能力谋生呢，又不认识字地贤法师出家了，也有点小名气了他来找他，一定要出家地贤法师看他出家不行啊，那出家的时候五堂功课都没有能力，你怎么能出家？最后的一定要出家，赖住不走这地牢这没有法子了，给他谈条件问他，你真的要是出家，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他就问我，一定答应你好，你答应的时候一定要听话，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真的听话，所以剃度之后他也没有受戒把他送到宁波乡下找个破庙没人住的，那小庙很多没人住的小庙让他住在里面，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就念什么都不要想，就念这一句，他老实他真干呐。这样念了三年多，欲知时知站着往生，地贤法师非常欢喜，非常赞叹真成就了那我们要问，是不是他正好三年寿命就到了呢？绝对不是那为什么他三年走了呢？功夫成就了
等于说是现在讲呢啊，移民到极乐世界签证拿到了啊，在这个世间还有寿命，不要了，走了，这不住了啊？为什么没有法缘嘛？啊，他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了。他说的话谁相信？什么人愿意跟他学？没有了啊！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只要功夫一成就，立刻就走。到极乐世界之后，以后这里有缘的众生缘成熟了，尘缘再来啊，还要晓得。任何一个人有过去有未来啊，不是只有这一生啊，过去无量界啊，那未来不谈，过去无量界，无量界当中我们在六道轮回绝不是只有在娑婆世界六道，他方诸佛刹土六道里头都住过啊。这个事情《大小乘经论》里面佛说的太多了啊，特别是讲说天道跟地狱道寿命长啊，这世界没那么长的寿命啊，啊，世界我们晓得一个大界里面就是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啊，世界会毁灭，世界毁灭，你的寿命还没到，那怎么办呢？那是地狱里的寿命啊，地狱的寿命也论多少大劫了算的啊，他的寿命没到，他就到他方世界六道里面跟这个相等的地狱，他到底受罪啊？天人寿命长，这个世界毁灭了，他到其他诸佛刹土里面天道里面去去享福啊！啊，所以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啊，跟十方无量无边众生都曾经有过缘，有善缘有恶缘啊。所以佛法里头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啊，因缘遇会时果报还自受啊。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知道了啊，过去生生世世事情都晓得了，哎，这个世间现在没有缘，他方世界有缘啊，你就可能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有感，你就去应去了，到那里去教化众生去了，不一定在这个地方啊。也就像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拿这个做个例子啊，我们所修学的这个法门，现在在我居住这个地方没人可以修啊，大家不相信不学这个法门，哎，世界其他的地区我们有认识的人，我说那个地方人喜欢这个法门，哎，那我们就移民到那里去了，哎，就这么意思，哪里有缘哪里去，没有缘决定不住，没有理由住吧？你住在这个地方是帮助别人、成就别人吧？啊，这里人不接受，你来干什么？啊，所以他就走了。菩萨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就是一个缘，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啊，佛菩萨示现到这个世间。他不是惆怅他的善恶，
业报不是的呀。啊，他在天上不是享福，他在三恶道不是受罪报，是教化众生的。啊，所以底下一句是普以一切故土中，不是在一个地区。啊，这个一切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这个里头都有跟我有缘的人，啊，应化住世时间长短是在缘，不是业力，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世界，啊，你想死死不了，为什么？业力，啊，业力下你有一定的寿命，啊，寿命到了，你想多活，你也活不了；寿命没有到，你想死死不了。也许你要问我，现在我们在媒体里面这个报道常常看到啊，天天都有自杀的，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啊，在全世界，而且每一天的人数非常可观的，好多好多人自杀。啊，那这是不是寿命没有到的也可以这样解决呢？不行，自杀死的人很苦啊，他犯了过失啊，他错了啊，你想着啊早一点死，不愿意过这个苦日子，这苦日子是你的果报，是你自作自受，你自己做了，你不愿意受，好，你要自杀，自杀还要受。佛经上给我们说，道教里头给我讲，啊，每七天就要自重复一次，啊，上吊的，每七天呢，他要上一次吊，上吊很苦啊。啊，这个香港有跳楼的，每七天你要跳一次，你说多苦？那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投胎呢？你要找到替身，所以凡是自杀的一定要找替身，找不到替身永远在那个地方七天要演一次，每七天演一次，苦不堪言啊。在这个世间，所有的宗教都不准自杀。这个不仅是佛教、道教说，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不可以啊！啊，哪一个宗教都不是都没有讲自杀能解决问题。这个确实是中国人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啊，见到这个事实真相，自杀是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智慧啊，解决问题要真修啊，啊，所有一些宗教，所有神圣的教诲啊，圣贤的教诲无非都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就要真正解决问题，你要好好的学啊，自己有罪业，罪业
要能够把它化解啊，把它消除啊，自己有恶报啊，恶报啊有方法处理啊，你不学啊，天天怨天尤人，那叫罪上加罪，苦上加苦，迷惑颠倒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的是太幸运了，无比的幸运了，遇到大乘佛法啊！遇到大乘法里面殊胜的法门啊！遇到之后，你要能信。信心不逆，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这最重要的是，你要能信，你要能解啊，能信能解，你就不生烦恼了。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常生清净心。常生欢喜心啊，佛法里面常讲法喜充满呐。那儒家讲不亦乐乎啊，不亦乐乎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只有明白道理的人，随顺道德的人，他生活快乐，物质生活条件差，再差他还是快乐。他落什么呢？说落是道啊，理搞明白了。我们常讲的，理得心安。理得到了，明白了，心安了。无论在什么环境的，心是安的，心智不会动摇。啊，生活再苦，时间不会久啊。啊，为什么呢？再过几天，再过几年，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地方苦日子不是很长的。啊，天天念阿弥陀佛，天天想极乐世界，怎么会不快乐呢？啊，心想事成，千真万确。啊，所以最重要的。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言论行为，要把它改正过来啊，这叫修行啊。啊，标准呢？标准是佛陀的教诲。啊，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基本的教诲，就是三皈五戒十善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啊，禅也好，密也好啊，静也好，教也好啊，在中国大乘八个宗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是基础。再跟诸位说，你要是稍稍接触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也是这个基础。没有一法不是建立在实善的基础上。
我们不能不重视啊。敬业三福头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一条几乎是全世界所有宗教共同的基础啊，世出世法里头所有一切大圣大贤啊，教化众生呢，自己修行也是这个基础。你能不认真学习吗？啊，这个里面就说出善恶的标准啊，邪正的标准呢，是非的标准呢，罪福的标准呢，就这十句是这个十善业。啊，佛有十善业大经。啊，这佛说的啊。啊，这个经我们讲过。啊，有光碟流通。啊，我们也在网络上流通，在卫星电视上流通。啊，这个是修行的大根大本。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学了几十年了，毛病习气改不掉。啊，这个修学的成绩不显著。啊，什么原因呢？没有在这扎根，把十善业疏忽了。啊，最普遍的，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几乎你天天都见到，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口业。啊，你稍稍注意。我们学佛的同学，哪一个不说人家是非？说是非就是两舌啊！哪一个不妄语骗人、欺骗人、有意无意这样的心态，你学佛你怎么会有成就啊？你的心怎么会清净啊？啊，总没有把是非人我放下，总没有把自私自利放下，这两种放不下，不要说大乘佛法，小乘佛法你决定不能够切入。所以你学了一辈子，只可以说跟佛法结个缘，是将来得度的原因。啊，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你的缘才成熟。啊，这一生没指望，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这个话从前李老师常讲给我们听的。啊，真干从哪里干起？就从这里干起。你看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一展开，这个话在第二品啊，得尊普贤啊。啊，佛教给我们用功下手入门之处，就是讲的三业啊，善护三业，善护三业，第一句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摆在第一条。我们没做到啊，轻易的批评人，
轻易的回报人，别人的好处没想到，别人稍稍有一点过失决定不能原谅。中国古人常讲厚德载福啊，你的福报怎么修的？德厚啊。我们今天很多修行人那个修的德都从口里流出去了，口为祸福之门呐！你造谣生事回报一个人，侮辱一个人，那个人如果是觉悟的人，善根深厚的人，愿意接受你的教诲，不错。他得利益了。你有没有注意影响？影响是叫别人看到，别人对你怎么想法，不能不顾及。了凡四训里面非常重视这桩事情，甚至于说善恶的业不论现行论影响，这个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影响的时间越长，影响的面越大，你这个业就越重。如果是善的，你得大福啊；如果说不善的，你招的果报啊就不好了。总是恶鬼地狱出生的。所以古时候人责备人，责备人是那非常亲密，关系特好啊。什么时候责备人？没有第三者在旁边，这个很有道理。有些成年人他面子是做错了，你责备他，有旁边有人，他面子下不去啊，面子下不去就很容易怀恨在心。父母教育儿女，这个没有关系，老师教学生都不行啊，老师教学生都不可以有第三者在啊，老师教学啊，这是以前我跟李老师10年，同学当中有犯过的，李老师叫在房间，房门关起来，教训他。绝对不允许有人看见，给他留面子，所以学生感恩戴德，做人不容易啊，教人不容易啊，这都是大智慧啊，大慈悲啊。这是我们平常要留意，要知道怎样学习啊。果然你能够把十善业把五戒做好了，不能说永离诸难呢，许许多多你不好的果报啊都离开了佛家讲什么重罪轻报轻的小罪呢就小了，业障就小了，重大的减轻了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能够体会到清清楚楚明明了了。
业障消了，精神提起来了，真的是长生欢喜心。然后说忧虑没有了，烦恼没有了，不善的这个念头没有了，不善的行为没有了，你所表现的自自然然的与道德相应的，自自然然的与佛菩萨的教诲相应的，这是我们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改变我们现前的生活，真的是利苦得乐。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